快吉他声搭配舞步，台湾第十五届外交小尖兵访问印尼，和印尼学生面对面交流，畅谈文化美食，还有精彩演出。小尖兵们也体验到穆斯林的热情开朗。讶异的是，印尼的学生竟然了解台湾这么多，就是他们这么富有国际观，连英文都讲得这么好，对，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很 international 的学生。宗教之外，他们对于学业、对于音乐、对于美，或者是对于其他艺术，有相当大的热忱。然后对于外来的访客，也都是非常的热情接待我们。学生也演出传统舞蹈和摇滚乐，让台湾学生大开眼界。今年国三的达菲对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还特别提到喜欢总统蔡英文。I like 蔡英文 yeah, because she's a very open-minded person and she's really brave to take Taiwan into a whole new country. She brings Taiwan into a whole new level and that should be for the good of the country.这群台湾外交小尖兵分别来自建中、武林和明道中学，除了访问伊斯兰学校，也拜会雅加达省政府，从民间到官方深度了解印尼文化。